防弹少年团 BTS 有许多歌曲的 MV 影片，在 YouTube 的观看次数都已经冲破1亿次大关，而且还有多首歌曲 MV 影片的点阅次数都已经超过11次。最近还传出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他们的热门歌曲 Fake Love MV 影片在 YouTube 点阅次数在24日已经正式突破12亿次，这是防弹少年团所有歌曲 MV 影片中第六支在 YouTube 播放量突破12亿次的影片。 Fake Love 是2018年5月18日于 YouTube 上架播出，才上架4年多的时间就达到如此惊人的成绩，对防弹少年团来说可说是又创下一个新的里程碑，也证明他们在全球持续攀升的超高人气。另外也吸引大批粉丝在影片下方留言，真的太棒了， BTS 我爱你，还有不少人大赞这首歌不但好听， MV 也拍得超棒，是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歌曲啊。